OK 吗？我就怕不够大声，结果你们听不到。够大声哦，确定哦。Okay, 因为我自己听不到声音，所以我也晓得。需要再更大声吗？还是不用？就是这样的声音是够的。OK， 好，哎，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的声音比较不一样？哎，谁偷玩我的？我怎么一开始是出现零一？哎，零一真的很大台哎，那这荧幕被塞超满了，你知道吗？你看这样荧幕就满了。Hello， 文明帝国要改版了，最近我都没有玩文明帝国嘞，因为我一直存不到钱，超不爽的。Hello， 东东 ，What's wrong？ 发生什么事 ？Are you talking to me？ 我今天换了一个麦克风，你们有觉得比较好听一点吗？还是说比较难听一点？啊，比较温柔，对，因为之前那个麦克风哦，它的音质非常的好，这样，但是有一个蛮糟糕的感觉，就是。鼻音受寒，没有啊，哎，不过昨天在麦咖啡超冷的呢，我一度拿披巾进去，后来他们有帮我把冷气关掉一点，我才可以把，哦，不然我觉得我在播的时候，那个鼻涕啊已经攻打到我的鼻孔，然后叫嚣着要跑出来，我真的很害怕，我很害怕卤蛋不知道说什么，我呀哈哈，然后我就整个鼻涕就，超担心的，好不好？我没有。OK， 我们任务是 T3485， 所以冲啊！用的慢短短回给你，到底想怎样？你或许会回来，我绝不是这样的人，也从来没经历过爱情太多，给的都未能清晰，别你听别命运的欺骗，一个人孤单暗中避难。哎，哎，阿东东怎么 Q 了我两声就消失啦？嗯，这样子不大方便。是，如果说你遇到说就是螺猫窝一直有人被盗的话，你就告诉我是哪一位这样子，然后我们好把他那个文章给处理。我觉得自己的账号也要自己负责，你不能一句话说，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提出检举，然后我们就会有人处理，然后另外我们再征求一到两名的管理员。一到两名管理员，因为主要就是给大家方便嘛。那个人被盗，其实他也无奈，你知道？可是一直不断被盗的话，我真的觉得那个人有问题，那已经不是被盗的问题了，我觉得是故意的、哦。因为照理说不会一直被盗、欸，我不晓得、欸。阿俊，你怎么看？哎呦我的天啊！哦，只是举例哦，嗯，应该是不会，因为这种东西是就是建立在自由的情况下嘛。你不能说因为有人噎到，所以呢，干脆大家都不要吃饭，这也怪怪。啊，还在那边 We are 他开炮了，我发誓 KB1 开炮了，是很多人都这样哦，一直贴色情文章。我还没有遇到过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情形哎、欸，可是。跟 KB1 说拜拜。不过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大家一直被盗啊？一直贴色情文章哦，都是同一篇吗？哎，不对，这代表说他的成员可能没有审核。那个我，哎，别说啦，我跟你说，我曾经也中过一次勿忘粉红奶头事件哦，勿忘粉红奶头事件哦。我跟你说，你就是尽量去审核。可是，如果很多会员的话，那这个社团也要检讨一下，因为你怎么会一天到晚出现一堆色情的东西啊？会员都在干嘛？好像打不大穿，好辛苦。工科社团比较难免，对，这是一定会有的。这个时候就是怎么样？哎，没有，公开有两种，就跟感冒有湿是一样的。就是公开有两种，第一个就是大家都可以审核，另外一个是管理员才可以审核。所以你在公开，如果你是公开社团的话，好啊，你等我这一场打完，我教你怎么审核。这一场打完，我给你一点建议，因为像我的罗猫，我已经，罗猫我开几年啦？好像开了3年了吧。其实现在就可以啊，因为没什么问题。来，我举个例哦，你现在看得到这个对不对？首先你进入罗猫窝的管理员一直都不多，都只有一两位、两三位而已。OK， 首先你就看一下。OK， 通常会有人审核，对不对？你就在这边按显示全部，像这种一年加了146个的。或者是几个月加了几百个的，像这种你就要注意了。你想想看啊，这个一年你加了146个社团，你真正会参与到几个？这样就有问题，还有可能是广告人员。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点进去看一下，这个看一下他有没有社团的其他好友啊，还是什么？这个感觉也是蛮正常的，好像是玩神魔之塔，那跟你的社团有没有什么关系？你看都是玩这个东西，也是怪怪的、毛毛的。那像这种的话，你就要考虑要不要让它过。像我就还在考虑，所以我就不会让它过。那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在哦，你注意一下哦。不好意思哦，开到自己分支，你注意看。例如说，你进到你的罗猫窝，然后你按。你按显示全部，像这一年38个，你要看一下。我操，38个，这你一天可以逛几个？这都是什么茶壶？什么心想快乐啊？彩虹什么蛙哥的？干这个就有点危险。像这种我都是建议不要，因为它跟游戏一点都没有相关啊。因为我们是游戏社团，那没有。那像这种的话，避免他以后再加入，我就按封锁，直接把他封掉。像这种我就不会给他加入。那有的时候加入社团要求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人他可能是有共同的朋友是在
有共同的朋友是在同跟你同样一个社团的，这时候你就看这个人是不是，因为你觉得他可能像是广告，你可能像是广告。那如果你像是广告的话，你除了把他踢掉，就是按封锁，因为你按封锁以后，他就不能再申请了。这样你就可以过滤掉，慢慢的过滤掉。那如果说，然后例如说这一个人你觉得他有问题，然后你在封锁前你看到他还有其他的社团，他还有其他跟你也在同个社团，这代表说他是一连串的，很像那个拔萝卜有没有，拔整串的。那像这种拔整串的呢，拔整串的你就可以，那你就放他进来啊，他只要一贴广告，你立刻就要把他按封锁。你要记得你的动作是什么，像有问题的一律都按封锁。对啊，他如果有问题的话，他自己会来找你。点进去他的主页也看不出来，那就你就看啊。如果说他加入了一年多，可是他的社团没有几个，像这种都算是正常的，因为正常的人就。正常的人不会加这么多的社团，他顶多加个十个或十二个，我绝对不可能超过二十个、哦。那还有一种拔萝卜式的拔人呢，就是你可能不小心之前有放进一些看起来很正常的广告组，那这种都是潜伏的，就有点像是病毒式的潜伏在里面。那像潜伏在里面的时候呢，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结果有一天你发现，哎，这一个人有问题，可是他还有其他的朋友也是在这个社团，你就可以通通都一起拔掉，记得按的都是封锁，这样他以后就不能再加入，所以你就不用担心，我每一天都一直在排除一些同样的人啊，还是什么，因为封锁他以后就不能再申请，除非他找你来申请，可是通常广告的人不会吃饱那么闲还找你来申请，除非他真的吃饱很闲，可是我还没有遇过这样子的。这个是我们多年来经验，其实罗猫窝的管理员很少，真正有的现在大概只有两到三个吧。罗猫窝的管理员一直人都不多，可是因为第一大家会守纪律嘛，然后你慢慢的教他们，那第二就是你像这样子慢慢的审核，所以你就不会很麻烦。但有的时候那个头像太美了，我觉得啊放过去啦这样子，然后那个阿俊他们会负责删掉。不会啊，你为什么要用忽略啊？哦，刚刚被封锁的是你哦，你是贴茶壶广告的吗？好像这种会来找我讲的，那我们就再解开就好了啊，没有讲的就算了。宁可错杀一百，不要放过一个，因为你放过一个就很麻烦，因为你只要放一个进来了，然后你就会。他只要一放广告，就真的是超麻烦的。我不知道哎、欸，可是可以查查看啊，看当时是谁放进来的。啊，像你那种，你看完之后，你就把它直接关那个，你就直接按封锁。真的会想录的，他会来找你；如果不想录的，他就不会来找你。对，然后你要平常要宣导，你平常要宣导观众，就是不要发废文，不要哎，你可以发废文，你可以发聊天的文章、开心的文章都可以。可是怎么，反正就是平常你要教要管理，就是这样。其实管理社团比管理粉丝也还辛苦，因为你要不停的跟他互动，而且粉丝团不一定是本人在互动，但是社团是扎扎实实一定是本人在互动，所以社团的管理比那个粉丝团的管理难多了。但是如果你管理起来的话，其实大家都是人非常好的，都会很乐意跟你一起协助。刚刚那个茶壶是你啊？哎，那个帮他解开一下。
不会啊。你为什么要怕？我跟你说，你今天不可能讨好所有的人。说一句难听一点的，你看我现在在开实况，但是我去麦卡贝，我去麦卡贝实况，还是很多人在骂我啊。你去那个 YouTube 那边看，超多人在骂的。对啊，你怎么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就算是叶子，叶子也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女孩子，但是她一开始来实况也是被人家骂啊。我跟你说，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你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哦，是茶壶哥是不是？茶壶哥 ，I'm sorry。茶壶哥，你怎么连个游戏都没有踢啊？你这实在是……阿俊，快，特殊帮他解开，放他进来。我用错那个了啦，尴尬哎、欸！我快要死掉了、欸！哇，炮车一直瞄我，那以后就叫茶壶哥。对啊。啊！你看我现在实况做这么久了，骂我的人多的，人山人海哦。要是讨厌我的人排队，每个人来吐我一个口水，他妈我都要在里头游泳了，你知道吗？不过有点恶心就是。可是这是事实，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一点，认清楚事实。茶壶哥好，哎、欸，茶壶哥，我也有在收集茶壶，哎，我到时候拿我家的茶壶跟你一起分享一下资讯，好不好？因为我也很喜欢收集茶壶，我爸也很喜欢，所以我都会收集一些就是很多的不同的茶壶，可以分享一下。对啊，而且我平常都会很，我们都会很认真的管理，不然这样子啦，米嘉乐，你要不要来罗毛窝先实习一阵子？你要不要来罗毛窝先实习一阵子？刚好我没缺管理员。审核就是我，没错。哎，白羊的。白羊，你的耳力真好哎、欸，厉害！有啊有啊，25号超多的，大家记得2点集合哦啊！那个谁有跟我说是在哪里的，到时候我再跟他用一下。所以我的罗猫窝就是人数上升的不会很快，但是只要你进来，你就是很愉悦，因为你只要发文，就算没有人回你的话，也会有人给你按赞。哦，罗猫窝是真的没什么压力，不信你问阿俊。他唯一的压力呢，就是有时候我会因为自己的喜好随便放人进来，然后他就要负责删掉，然后就很生气。就会开始念我啊！不要每次看到那个啊，就啊呵呵呵，他就会生气。哎、欸，中正今年，嗯哼，哎、欸，我做那个关卡超棒，对不对？这我已经想好了，那个关卡名称叫做“舒爽之路”这样。然后呢，第一个叫做“烈焰棒棒”。有没有？对啊，你要记得不要发太夸张的废文，或者是一直不停的发抱怨文。我必须得老实说，那个抱怨文我们通常都懒得鸟你。可是如果你抱怨的太夸张，你反而会被我念一顿。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心情就是可能每天压力很大，你还一天到晚发抱怨文，哇，我的妈呀，真累死。哦，真的。哎，我又忘记换那个了啦。其实转贴文章我是不 care 啦，因为虽然因为虽然说，一直喷哦，好烦呢。那我是用我的热情在做关卡，真是的。我已经想好一开始的那个转的那个叫烈焰棒棒区这样。哎，我那时候就太含蓄，我不敢讲的太脏，你知道，因为毕竟有卤蛋跟叶子在。因为我忘了换炮管。哇，爬呀爬呀爬呀爬！離隊が発動したみたいだ。次の射撃目標に用意よ。砲弾直撃。哇，又是2-6哎，好难打哦！一号线也崩，什么线也崩。暗系教练，我只是想赢一场，超难赢。噔噔噔噔噔，你不就算是这样哦，还会？这个我跟你说，这种有的时候你们要有耐心，像最近大家都很没有耐心，因为你想啊，今天一个人他才刚进来，他可能想说，哇，干，我看到一个好棒的文章，我要想分享给罗猫窝的大家哦，然后就有被各种吐槽这样子，你就是要慢慢的告诉他，例如说，哎，这个文章我们是不是这个文章呢，这个可能比较不大适合，那我们好言好语的慢慢劝导你，不要口气那么凶，像最近大家口气都会很凶，可能有一个观众他刚进来只是想问一下说，哎，这个是什么啊，你自己不会看字顶啊，字顶上面都有写啦，这样就是没有那个必要啊，因为有的人刚进来，有的人不知道，这你都不能够怪他，大家要有点耐心。哎，我也很讨厌要分享才能看内容，像那种我都不看，像那种我都不会看，你要分享啊，我偏不要，我不要看啊。啊，通常像那个文章有没有？你去 Google 上面打个关键字就会有啦，所以其实根本就不用分享。像那种我都不会理他。阿俊，请你好好的回答，东东是你的压力吗？夫妻俩去隔壁解决好不好？这个我们也不好说些什么。你就是慢慢劝导，这样子慢慢劝导。
你说屡劝不听，那咱们再来说这样子。把房子拆掉就好。哎呀，好歪哦，好歪哦！哎，我们等级低的，拆房子就好。哦，我们冲过去了，死给！哇，我打辣虎太残忍了，我不行。一二五四都不让一下位。无才干，无才干，无米。一五谁要打穿我？真的是，你看我们人在夹缝中求生存啊！有赢就好了。阿俊，请你好好回答，是负担吗？还好没事。真是库底一包包。库底一包包。噔噔噔噔。决定 cap。哦，被人开炮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用太 care 啦，这种东西就是大家聊天没发文什么的。我猫我本来就没有限定发什么。Take easy。走开，阿米，走开！哎呀，你真的是哦，都要挡荧幕哎，再挡荧幕就趴下。干嘛？你们两个在吵架吗？吓死我了！哇，本来是赢变输哎、欸！天哪，好闷哦！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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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龟被两边打。土龟现在尴尬了。算了，我们不要看好了。哎呦，看不下去了。哦，阿俊好会凹哦，顾什么顾房子东东被偷走？哎，我们才不要偷嘞！你别闹了，
只有你才会想偷咪。哎，就是别闹。哎，后勤吗？也不是。啊，科技署，科技署。安装。OK。好，走。啊，对啊，你只要防老王就好。我们都为人正直又善良。嘿，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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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不行，你们看看，你们跟阿俊多学学，才可以把得到妹啊！拜托你们那个，哎呀，我不会说了，尴尬，真的很尴尬。欸 KB1 在我这原来是那么小台的一台车哦。先放着啊。例如要播节目的时候再把那个麦拿出来用这样子。哦，好痛苦哦。我要把聊天室关掉，受不了了。哦，太妖虚！哇，这是一个东东被阿君拒绝的节奏。很好笑，哇！你看你们两个放闪，有人愤怒到要去那个啦，要去当和尚。一发一个，一发一个，哎！哎，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啊？你们看不到聊天室的字幕，应该看得到我英勇的表现吧？你别骗人了，其实你根本没有女朋友，对不对？不要装了，虚伪，太无耻。等等。为什么没有人在看我？你们宁可看两个猪头在那边闪光，也不可看我表演，好伤心哦！这个实况组当的好没意义。
損したみたいだ。哇，没有办法。讨厌。太伤心了、啊、你宁可看人家放闪光，没有看我英勇帅气无比的表现。天哪，我何止失落两个字啊！我的妈咪哦！哎，你们知道那个猫咪不是都会这样子这样弯身体睡觉吗？然后波波很可怜，波波只能这样子睡觉，他只能这样窝手睡觉。我突然觉得波波是个很可怜的猫咪。真的？哎哎，拜托拜托，我那一桌海鲜桌哦，谢谢。Hello Hello。哎，我发现 L S I S I L 也是更很久哎。而且他的 ID 一直都是那个 ID， 你知道？你为什么要看我玩大叔洗澡？我明明是玩的是帮老公洗澡模拟器。噔噔噔噔噔噔，棒棒棒棒棒棒棒。咖啡店坐在我和面的这对男女，一样一起已经坐了整个下午，从米欧开台一直放闪光三个没完。我看我的聊天室都是白白的，我看不到其他人说话，也看不到他们说话。没想到他们每天都在聊天室放闪，看得我们真的想到越来越火。哎呀呀，哎哎哎，哦哎呀呀，哎哎，哦哎呀呀，哎哎哎哎，哦哎呀呀，就是这么简单爱。我有心直冲冲的想要开拍，每次七点到九点都打战这世界，每次晚餐这世界都会有人放闪。看在我们的眼光，时代进入高倍送，我不是故意听见，也不想要看见这两个时空猪头在那边放闪。我们只想要看罗密欧的英勇表现，我们才不要看他们在聊天室放闪。哎呀呀，哎哎哎，哦哎呀呀，哎哎，哦哎呀呀，哎哎哎哎，哦哎呀呀，就是这么简单爱，不做什么，只是在咖啡厅待着，爱的小豆芽一串一串往上长着。有你陪着我，我陪着你的简单爱着，像牛皮糖一样。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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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哎呀呀，哎哎哎，哦哎呀呀，哎哎，哦哎呀呀，哎哎哎哎，哦哎哎呀，就是这么简单爱。
可能是拉到比较不完整的间奏。OK， 好，刚刚是阿俊跟东东放闪之歌。那像我们这种去死去死团的，一定要唱这一首啊！呀、yeah! ！没有男人也能好好的，如果你不够自信，就别想再靠近我。我一个人也能好好的，别怀疑我。I don't need a man, I don't need a man, I don't need a man.删掉你所有关切 I don't care， 不需要浪费那时间。觉得我可怜，我的世界很精彩，我的眼很感慨，我算是你爱我的敬畏，时间由我分配。 OK， 走出自己的那路线，一天又一天，我的快乐是绝对，用梦努力去追，我这样的女孩才完美。 Boy don't say，自信就别想再靠近我，我一个人也能好好的，别怀疑我。I don't need a ma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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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need a man。没有男人我也能好好的。I don't need a man。好爽。我被东东他们搞到羊癫疯了啦，喵喵！你看都没有办法，哎、欸，刚好像赢了 ，OK。对，我们应该是被闪坏了，哎，你知道这种？哎呦我的妈呀，这个麦克风也太硬了，真的，受到相当大的事，必须要回报总部。说这里有人在放闪、欸，这麦克风也太硬了吧！这气到羊癫疯！我不看！然后再，我不听。OK。等一下九点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打战舰世界，所以想要玩战舰世界，你可以赶快要下载的下载，要安装的快安装，要更新的快更新。今天好像有差不多700MB， 所以等一下战争世界大概会提早10分钟结束，因为我们要用战争世界。那如果你想跟我玩的话，赶快加入频道 LMOPDD 就可以了。有啊，我有录啊。Hello，Hello。啊，鸵鸟现在才来，不要跟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没有啊，就阿君跟东东在放闪哦，我现在也送啦。I don't need a man, I don't need a man。完了，Only me， 我应该怎么办 ？Only me， 我应该先打哪一台？虽然我
是偷吃，但他酿的我又不是夜晚，我现在该怎么办？队友离我好远哟，噔噔噔噔噔噔噔，干脆先打 T34，噔噔噔噔噔，因为他看起来比较好打。啊娘，喂哟！啊不是，我。会伤重不死而亡，只有我而已耶，我要怎么打？要开光，我来看炮爷，我来他娘的都我来。小心这边如果掉下去哦，就万事休矣。游戏，OK， 好，屏幕上OK， 我们应该是可以赢。有啊，我有发现，但是我库底有一包的，而且是湿的。好，我们是可以赢的。那一台是啥 ？AB85。啊，你个逼，这里有机车！不会啊，你拿一点低阶车应该就可以了。
уничтожен. Ха, 有两台炮车。Цель захвачена.好开心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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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哇，太舒爽了！真的是这一场真的太棒了，不是是，虽然有几个是猪头，但是剩下的是聪明鬼。不会不会，那个炮车完全都没有，那炮车完全没有往回头的意思，我快笑死了，超开心哎、欸！嗯，真爽。二排还好哎、欸。I don't need a man, I don't need a man.好开心哦！而且剩下的都是愿意一起努力的，然后 ，Auf geht's！ 打不到人儿。我靠，那个 IF 超倒霉的，遇到这种队友，要是我都不想打了。不是，真的有点太过分了。我靠！带峡谷王子一波流哎、欸，现在换 Tab 五九，看看看看，峡谷吃肉肉。没错，社群聚会完我们会就是聚一聚啦。那没关系啊，反正就到时候多挪个影子，因为。我们会先计算一下人数，然后这样我们比较好跟店家说，哎，我们大概是几点到几点，你懂我的意思哦？你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不知道几个人，这样其实不大。
fähig. Ha, der ging voll durch ihre Panzerung. Wow. Und der ist so cool. Weiter geht's. Wir haben sie böse erwischt. 动斜角的可能不能摆，看不到。啊，快被打死了儿！那躲好吧。先回家了。这个地方的摆角，我永远都在。哇，我可能会死。Das war's für uns. Raus hier.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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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因为那个那边不是一个角，那边是一个那个，那边是一个那个斜的房子，然后所以其实还是可以打出来，而且还是八戒车哎、欸，就是，没错。只好再一场了儿，走吧走吧，我们心儿蹦蹦。我来看看几个人了。嗯，要看一下云端硬碟。我来看看哦。嗯，二群聚会。哦，32个要扣掉1、2、3、4、5、6。32减6是多少？32减6多少？32减6加一，那就32减5好了。32、3、1、32就2827，27个左右。哦，那27、28、29，那差不多29个。那你给他定30个位置好了啦。你跟他定30个位置，哎，我们还没有决定去哪里哦。嗯，那我想看，我们会尽量挑便宜一点的餐厅啦，就是这样，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去了可能要花很多钱。我觉得不会带大家去什么上瘾啊，那种会喷那个荷包君会被大砍特砍。Ningelos。那这样算30个好了，因为加阿俊跟东东这样子，然后再压一个。哦，真的吗？可是我也不知道 cosplay 什么哎、欸，嗯，真是纠结。是啊，没有32减6加1加2，我是。哎、欸，是不是有那个韩国料理的铜盘烤肉，也是类似那种比较不贵，然后大家可以吃到饱的？挑那种吃到饱的，有的那个胃容量比较大，怕他们会吃不饱还是什么这样。不过我其实不怎么吃到饱，可是没有关系，聚会嘛。还好没穿。不行，不是虎，不是宝宝。哦，终于穿了，好吧。Wo sind sie hin? Motor
beschädigt. Er sieht nicht mehr. 引擎還壞掉，我真是要崩潰耶。完了啊，這是要怎麼擺脫？這真的不好打耶。Wir haben sie nicht mal angekratzt. Das muss wehtun. 欸，為什麼會按到 H1 啊？啊，完了完了，再一個出來，我真是要吃死。队友就让他们这样，每个人轮流出来。队友就让他们这样，每个轮流出来打我，太夸张了。你要怕死，你就没有关系，你也不用讲这样子。因为不然，每个人会一直告诉我说他要去，他不去，他要去，他不去，那个真的会很麻烦。对，对啊，哎呀。重点是我后头队友好像拦不住，我们都是低阶车欸，六阶，对面都是八阶车，靠，这怎么打？我们 AC 十八还在旁边打酱油。欸，他两天的活动，好像一天在高雄，一天在台北。可是高雄的那一天，高雄的那一天，欸，我看一下，我看一下。高雄的是在24号，对不对？欸，高雄的是在24号，对不对？高雄，其实高雄也可以去一下哦，反正是礼拜六，这礼拜学生好像考完了。我看一下，拳皇，拳皇，那应该是可以去完左营再去那个。哦，我也很想，欸，上次好像。上一次好像有办在高雄的，在香港的活动，对不对？那时候 Sky 哥哥有办，应该高雄我也可以去哦。高雄的我还没有去过，可以去看看。那高雄的我也去好，高雄也去，台北也去，然后顺便拍个纪录片。纪录片就叫做《我与战车的一段情》，怎么样？不错哦。1、3、4，好，那我就好，我到时候说一下我去。好，那我到时候就去好了。左营军港哦，还没去过哎，我看一下能不能带我妈一起去。那你应该有两次的更新没有更。因为听说这一次是700，然后7、8、9、10、11、12、500，差不多啦，两次。噔噔噔噔噔噔噔。不行，老实说，我不能穿战车世界的 show girl 服装，因为战车世界的 show girl 一定要170以上，所以小同理可证，小莫可以穿，罗密欧不能穿。罗密欧不能穿，因为太矮。我也是叫中正纪念堂，管他什么自由广场。像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之前呢每隔几年就改一次名字，后来我们都没人鸟他，啊，改他的名字我们就喊我们，反正建娘厂哦，可以吗？好啊，可以啊。
的时间，觉得我可怜，我的世界很精彩，我可以很感慨。好像被我爆弹药架哎！容易被打到人哦 ，Sorry, brother。我觉得乌尼一出现，我就会吃死。好紧张哦，真的。情何以值千金？对。我离百好感人。可是他刚刚如果先走的话，其实会更好啦。就让我死了吧。没有，搞不好我不一定穿。没有，太感人了 ，brother。You are the best. You are the best. You are the world. 啊，应该要唱这一首啦。Hero of day, save my life, save my life. Hero of day, save my life. He's the hero, he's the hero.
什么叫晚工大的胸罩啊？这，你们在说什么？OK， 现在问大家主持一下公道。现在目前比数是9-11，那我们有两个小闹闹不敢回家去看，因为 IS 没血了。304觉得这也不干我的事。304 Go to see。304你就回去看一下嘛。怎么了解？在场就你跑最快了。看圈圈内的啊！我操！哎呦我的妈呀！你怎么知道阿俊去做事的地方怎么？你这样东东会误会些什么东西？哇！我现在才看到哎，他会不会觉得我不理他？我现在才看到，噔噔噔噔噔噔，一个人真的好好的。晚工大的胸罩，你是没看过？你去那个内衣店不是一大堆吗？哎，你就是。你们就是大惊小怪。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不知道哎、欸，这要问阿俊。我很讨厌练炮车，我只要想到要练炮车，呜！之前有人跟我说什么炮车很适合女生玩，然后我就想说好吧，不然我来去练练看好。欧七 ，Time to roll out。但是后来发现根本是折腾死，你知道吗？在等装填的时候，我还会，装好了。然后各位要等，我觉得陈正只有我。也行，真的是很麻烦，没有人要来这里。Only me？ 这时候要是有双筒就好了。我被炮车命中率超高的。
完了啦，只有。没想到这样好难打哦！我的妈呀，太大了，好尴尬哦。Hello，Hello， 有点憔悴，因为我昨天没有睡觉。就我朋友家的猫啊，它是很夸张，他们两只在打架。然后你说打架就算，它是这样打，跨过我的身体，然后跨过我身体之后再打过去。然后你知道我在睡觉的时候就被践踏过去，而且不是一只猫践踏，而是两只猫践踏你。说迟迟，说时迟，那时快。当我正想要起来揍人的时候，哎，不对，揍猫的时候，他们两个要打啦啦啦啦，又打过我身体，反正就这样左右打这样。哎，那房子那么大，打架你一定要在我身，在我肚子那里打，你知道就是，哦，我现在知道蒙古草原的草是什么感觉，就是这种感觉，被千军万马给践踏，哦，太可怕了。然后打完之后呢，我想说哇，终于安静了。那就有另外一只就开始吐，就是猫不是偶尔会吐东西吗？结果它就开始吐，好尴尬哦！我心想你在吐什么啦？而且吐的时候就是哇哇，你知道就是那个声音哦，超恶心的。因为我很怕听到人家吐的声音，我会跟着想吐。然后最后就很尴尬这样。然后小只，因为它是一只大只的，然后一只小只的。然后小只的那一只，因为结扎有戴那个头套，有没有？就是那个很像天线的头套。然后它走路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那个头套就是这样，然后就会刮过你，再刮过另外一半。就是我也不晓得，哇、哦，摇滚眼罩。大概没有蒙古草原的千军万马厉害。总之他们打得很凶，我也很紧张。然后我起床之后，我就跟我朋友讲说：“哎、欸，我你们家猫昨天在那边打架，我还要起来当裁判，超累的啦，我都没睡觉。”我跟他们说：“哦，他们两个昨天在那边打架，我要起来当裁判，有没有搞错啊？超累的。好了，够了，当。”分开，分开，先不要打架，超累的，我的妈呀！你知道当裁判是很乐意啦，但是半夜当裁判真的很痛。哎、欸，好像有点机会哦、喔。哎呦 ，Maybe we can win. How do you think? 总之超夸张的，我一个各种被践踏。然后呢，回到家之后，我们家就是阿咪啊，阿咪更惨，好不好？我回到家的时候，饲料已经没了。然后我就问我妈说：“你没有帮他加，你没有给他饭吗？”我妈说：“有啊，一天一个罐头，我有给啊。”这样。然后后来我看到那个豆豆是干的，就是他的 buffet， 你知道吧？他吃到饱的那个豆豆是干的，我赶快就倒给他。然后一转头，天哪！因为它的水是那种要插电，然后会像涌泉这样涌出来的水。因为阿咪很喜欢喝那种水，所以我就用给他。然后结果啊，重点那个插电的怎么被拔起来了？你知道，他好像自己，他常常自己玩一玩就被拔起来。结果我就赶快再插给他，然后再添水给他喝水啊。阿咪马上过来喝水，喝了快十分钟。喝到我觉得他应该满肚子水，我就一直看他，我一直问阿咪说：“你确定你还要喝水吗？你喝太多嘞，不知道渴多久。”喝水喝了快十分钟，超夸张。我一转头帮他倒饲料，哦，再把东西拿去放回来，他还在喝水，超夸张。对啊，是猫啊。没有，那是在我朋友家，我要怎么当和事佬啊？我顶多起来当裁判了。哎，这个 Tape 六一很聪明哎、欸。要没人开光了啦，洛伊快打死！Good job！ 有机会，有机会，啦啦啦啦啦。
没有啦，我只是开玩笑的。不过他真的喝超久，超久。Oh my god! Oh my delight! Oh my god! 哦，我们要赢了，好开心的酱油胜哦！你看有没有？一开始先血祭一只罗密欧。那一二四四应该是打算漏针，去把那一只开出来。对，没电会没水，我就很紧张，我觉得哦，我真的。这两个都是一发火。一二四准备过去跟他拼了。哦 ，T54 又要过来处理他了。真的应该是没问题 ，T54 院血这么多，你看 ，T54 院根本屌打全部哎！天啊，我们 T54 院超强的，有这种队友真的好让人安心哦。最近是猫在发情啊，我不知道哎、欸，大家的猫好像都在报仇。我们家的猫，哎、欸，它在睡觉。哦、阿咪，不可以睡咯，起床！阿咪，起床，起床！阿咪，不要再睡了，嗯，晚上就睡不着了，要吵我了，起床！不会，那个 T50 院血很多。噔噔噔噔噔噔，耶！好棒哦！好了，我们跟 Evelyn 一起玩玩。你要打什么？你要玩啥车？我也不知道哎、欸，我们家的猫最近在换毛。换得可厉害了儿。哦，没玩跑车怎么一直打哈欠？好随和哦！好哦，嗯。哎哎，阿咪一天喝多少的水？我不知道哎、欸，还蛮有在喝的，因为我有在 follow 他的那个水量，他的水量其实降得还蛮快的，代表说他喝得蛮勤的。他之前有一次尿道发炎之后，我就会开始看他的水位，关注他的水位。不过我相信他今天喝很多，喝了快十分钟。我今天会一直打哈欠，你们要尽量一下。是，就一个猫喝水的，我每天都有在注意啦，我会叫我妈多注意，她每次都忘记注意。偷窥罗密欧偷窥洗澡记，
他打成这样，我还玩个屁啊！看看，哇，感觉这位置好棒哦！哇塞，感觉他的位置好棒哦！赶快过来跟着看看。果然我们没有人家的才能，不要乱打。这位置很不错哎、欸。出来一点，出来一点，我就可以打到你了。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赶快出来！哎，那不合群，他们真小气啊！等一下，死掉了！完完完，糟了糟了！哎，韩秀光，你把你的女朋友贴在罗猫窝，我们鉴定一下啊！我们鉴定看看，你的女朋友有好无？阿川死了吗？阿川没死。贴在罗猫窝了，我看看，我看看，我来帮你鉴定一下女朋友的。哇，很可爱耶，一定是男的。哇塞，欸，其实蛮可爱的耶，一定是男的。哇，下面还补贴，一定是男的。哎，以下开放卖放自己的女朋友，但是请大家素质。哎，不要故意放一个什么波多野结衣，然后说是什么女朋友的照片，不要胡乱啊。那我也会啊，我要放金城武的上去。对啊，搞不好 Google 抓，赶快拿去 Google 一下，赶快拿去 Google 一下。不可能，韩秀光怎么可能交到这么正的？一定是 Google 来的。哎呦我的妈呀，被打一下499，他以为他在吃到饱、哦，我的妈！哎，我们好像要赢了，有点爽爽的。哎，好啦好啦好啦，算了算了，不要放些奇怪的。
好伤眼，最近眼睛都会老把油，不知道是不是老了的关系。你们不放一点洗眼图，都放一些伤眼。还有我最近眼睛有点差。T54 艾斯斯，哦，果然是艾斯斯，黑洞装甲，我们要赢了，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好开好开心！我刚刚拼死把巴恰先打掉，免得巴恰出去危害世人。没错，这叫做没图没真相，有图是改图。完了完了，后面被雷击爆！哦，歪了儿！我们要赢了！这样不对啊！难得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都在拍她，靠腰超悲惨的。哦，亲嘴的那叫做强奸，你懂什么？是不是亲嘴照？胡说八道，那叫做强奸。哦，我已经不知道要打什么啊！我要拿我的爱车 N103 啊，拿到手上。015拿到了，015不要。哎，医生到底？这99%超久的，再多打两场哦。就没图没真相啊，有图是改图啊，就。哦，对啊，哎，我觉得现在有女朋友的人都这么摇摆吗？有女朋友都这么摇摆吗？干什么？对啊。哎，实况人数直直掉，都是因为你们一直放闪。哎，觉得聊天室坏了，一直按 F5， 太过分了。那也可以自拍啊，就是这样拉远一点，一这样拍。啊，对焦对好，我记得上次有一个谁吧 ，po 了一个，好像都没怎么在对焦了。好，那我也要放我男朋友的照片，我去 Google 一下。我去 Google 一下。哦，你说那个我知道，我等一下表演一次给你看。这样其实很悲伤哎。就这样慢慢爬上来，这八翘，这八翘我跟你搞不赢。哎！
targets. Let's roll. Where did they go? The periscope is fixed, but it's still fragile. Our main gun is damaged. It's working, but not very well. 靠！我的炮，我的圈炮管坏了。We're done for. Everyone, get out. 腹背受敌耶，腹背受敌。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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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知道现在才知道会不会玩我昨天玩的那个游戏哈？拜托拜托 ，Police！ Poli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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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兄弟凶多吉少。Good job！ 我们要鼓励他。哇，完了，这 T 54如果打不到这后面的老鼠就很尴尬。他要是能够把他给干掉就好了。啊，完了完了，后面要被干了，小心屁股！敌方打断了我们的履带，无法移动。好，至少100把它击毁。哎呦，我们家猫睡得很可爱哦，我去看看。看一下阿咪，没有中忍者耶，大家讲话凭良心啊，良心。哦，哈欠嘴好臭哦。Under 阿咪在，哎，这个是纯的那个葡萄柚汁哎，我发现纯的葡萄柚汁喝起来很涩。不会像，对啊，然后喝完会这样，哦，太酸了，好像加柠檬一样，加辛辣。哎，你说现在才知道会不会玩我的舒爽关啊？好希望他们会不会玩得很舒爽。真的很紧张哎！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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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也还好，好不好？阿咪也还好。这样叫，恶心死人的猫！就这样啊。八叉一个英勇，肝胆两昆仑，我狗炮管没跟上，很好，一个回转再一发，八叉 you can do it， 好，没有冲，你还有一发的机会，啊，不用一发了，赶紧 reload 吧。八叉表示库迪一包后面1390跟1468盾。这个八圈。
munitions touchées, on a de la chance que ça ait pas explosé.感觉那个就是有点我是不是已经胡言乱语了？这感觉不好说。我为什么要在游戏里嘴炮啊？这不是果汁哎。这个是真的，就是葡萄柚原汁。哦，我的妈呀！哦，啊，打得烂拖累你，我们现在开始更新好了，免得一直看着蛋疼的东西。嗯，我看一下 War of Ship， 今天战舰世界要更新哦，大家注意一下。我还不来更个？哦哦哦，要稀释哦，我没有稀释哎。那明天再洗屎，还是我等一下喝点水，然后起来跳一跳，应该差不多。哦哦，点毛。骑虎难下欸，哇，尴尬，五八有炮塔，五八有炮塔啦，啊，我快笑死。这 T54 简直是为谁辛苦为谁忙，我还没更新欸，我现在还在等更新，尴尬了尴尬了。欸，我要怎么离开装甲牌？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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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欸，我不能按吗？哦，我应该离开了。 OK， 好，那